好在这件事情已经了结，以后可以和月儿安心在一起了。夫君。 我给你放这儿了，夫人且慢。怎么了？这水太凉了，夫人，帮我加点热水吧。好。 合适吗？合适。合适就好，那你先泡着，我出去了。夫人且慢。又怎么了？夫人，过来帮我搓搓澡吧。嗯。什么花招？要不我们一起来泡澡？ 红线，尘世间牵着你没发觉，将你。
叫我公子。是，公子。属下调查清楚，花以南确实在数月前成亲了。夫人是谁？岛主夫人名叫陆月啊。关于她的传闻众说纷纭，有人说她是妖怪，还有人说她是活神仙。还有这种事？是，不过岛民都说岛主十分宠爱自己的夫人。别好，打蛇打七寸，这个陆月啊就是花以南的软肋。雨枫，你去帮我把他查清楚。是。啊，还有这个，把他给我送去寺庙。是。也是时候会会花以南了。母债子偿，我要让整个花家为我母妃陪葬。岛主已经吩咐过我，今日给你们留了上座。连苏恒都亲自迎接的客人，一定有点来头。有了。客官们，请随我来，让逸真带你们去厢房。宋公子，请。请。主持大师，素食您比较在行，您来做主就好。好。香菇炒山药，清炒南瓜丝，芦蒿炒莲藕，香干炒青笋，宫保豆腐，啊，如此便差不多了。没了。没了。那宋公子，您稍等。好菜佳人马上就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长眼睛。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。给，滚开，滚开！哼，这是贵客的，你可得给我上点心啊。玉贞姐，这不归我管，你找李明月去。先玩什么游戏？要保密的话，需要封口费的哟。都给你了。这么少，你耍我呢？你现在可是岛主夫人，你不可能就……这已经是我来花间阁这段时间所有的运营了。
月的封口费，下个月你还得给我如数奉上。要不然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了。玉珍姐，玉珍姐，哎呦，玉珍姐找您半天了，这个后厨有点事情，麻烦您过去一趟。这个李云月才一刻钟的功夫就搭上了路，真会攀龙附凤。行吧，我这就去。哎呀，好呀好呀，您慢点慢点啊。宋公子，您此行是奉了圣上的旨意，还是？哦，这次是我私人行程，所以还请住持大师帮我把身份保密好。啊，那是自然。花间阁久负盛名，早就想来一探究竟。前几日我听闻花间庙众僧人在私底下偷偷议论，说素食吃得乏味，吃来吃去也就那么几个菜色。要是这一次花间阁能联合开发素食之事，那可真是大好呀。花间阁一向只替朝廷做事，此事还是莫要强求。哎，这不有我在这儿吗？这眼睛总眨个不停。多谢住持大师关心，我好得很。哎，住持大师，这个宫保豆腐看起来不错，您尝尝先。哦，好，请。大师，您怎么了？此非豆腐，也非素食，罪过罪过呀！来人！这菜品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此非豆腐，也非素食。住持大师，您误会了，我们花间阁的素食都是仿供，这个豆腐只不过是口感类似于鸡丁罢了。是不是豆腐，你自己尝尝便知。苏管事，我们明明点的是宫保豆腐，为什么上来的是鸡丁？这对住持大师来说是破了斋戒呀。陆玉珍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当时祭菜的时候写的就是宫保豆腐呀，我估计是后厨做错菜了吧。你马上将此事禀告道主，并叫道管事叫来负责这道菜的厨娘。是。住持大师，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的。